原是龙潭区的假日广场音乐艺术季的开锣演出。龙潭的假日广场办理非常多年，从一开始是桃园市政府出资推动鼓励，到后来呢深受地方文化深受地方乡亲的肯定，另外呢它也变成一个地方发展的特色，所以桃园市政府他们后来没有继续主导之后呢，我们的龙潭区公所一肩扛起，那由我们的区公所人文课，我们的课长代理我们的课员呢非常用心的规划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办了这么多年以来呢，它已经变成是我们龙潭地区乡亲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期待。今年的活动从今天8月5日开锣开始，每个星期六日的傍晚4:30到6:00，在龙潭大池畔的演出，到9月10日为止呢，总共有10个场次，每一个场次都有他们不同的主题，有不同的承办单位来为大家做邀约还有演出。那么今天这个场次呢，是由桃园市三界爷文化发展协会来主办。我们想请问一下我们的理事长刘德宏理事长有没有在场？如果有，麻烦您挥挥手。好，因为人很多，我们暂时没有找到。好，那另外呢，我们的总干事有詹完妹女士，刚才很早就到场了，我们有打过招呼了。好，谢谢您，谢谢。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前理事长曾新生老师，是不是也有在场呢？哦，好，没关系。另外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活动从头到尾的联系呢，是我们的桃园市三界爷文化发展协会他们主导，那由小林老师非常用心的规划了好多的团队一起来演出，那邀请的团队呢各有不同的特色，五马风情各异，所以今天各位来参加今天的活动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满满的收获而归。好，那么因为我们的理事长还没有到达现场，所以我们就晚一点再进行我们的嘉宾介绍。我们先开始。是的，我要先声明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的活动场地是开阔的，所以。